今天穿的服装是 YSL 的西装这样子，然后整套都是 YSL 的，对。今天是以我的专辑《女人胆下去》为发想，那因为这件衣服就是上面是西装的感觉，底下是比较女性的柔美。那我女人胆想要呈现的也是有女性坚强的外表，但是内心还是要保有内心那种比较柔美的感觉。没有，对。很期待，可是刚刚在准备的时候都不太想讲话，因为太紧张了。对，我是紧张到一直找他讲话，他就说你让我冷静好不好？对啊，然后我觉得非常的开心，然后我是觉得对自己要有信心，但是结果就交给所有的评审老师。谢谢。